他们这个工作室啊，他们都很喜欢拿一些真实事件，就是日本真实社会事件改编的东西。你要先离开了，还好啦，这个没那么可怕。阿盖就说没那么可怕没，还没到包尿布没，就恐怖了，恐怖到了几点了这样。好，来开始吧，夜间警备小游戏，剧情不长。皮皮，我怕可以躲在你桌下吗？不可以，不要了，这样不太好。欸、感谢酒坛，谢谢。VHS 滤镜可以关掉吗？会好一点吗？还是你们觉得要 VHS 滤镜？这样稍微模糊，你们喜欢吗？我觉得还是不要好了，不要模糊。准心。好、啊。哦，我们家为什么长这样？哎呦，靠腰！突然就过生日了，22、23。Happy birthday！ 为什么走路那么慢啊？小孩的积木，这是主角小朋友在玩的地方，是不是？小时候都踩这种乐高，很可怕哎、欸。画质没调到 ，very low， 这样呢？哦，我可以蹲下吗？我好像没办法蹲下、啊，这样感觉好像要 VHS 哎、欸，朦胧美啊！你们喜欢朦胧美吗？还是不要？不要看久不舒服，没有，我觉得不管看久，你玩了也不舒服啊。怎么跑步啊？OPC8NANA 感谢阿雷，谢谢，感谢丁烟。哦，妹弟都七岁，是我儿子七岁生日啊！啊，为什么家里面那么暗啊？老婆，老婆睡觉了是不是？老婆，我要上班喽，老婆。外面其实蛮亮的啊。儿子，我要上班喽。还是女儿？嗯，刚才怎么回事？女儿吧，应该是女儿啦，搞不好也可能是儿子男扮女装。我要开车吗？10月22日，保全35才，怎么又是这一个啦？又是这咖啡？
coffee， 根本就不能选啊！宝矿力谁的？进得去吗？啊，我们公司门口在哪里啊？对啊，一定要有 boss 咖啡啊！其实公司没有很大哎、欸，确实蛮大的啦，楼层很多。哎、欸，有人在公司哦、喔？除了我，还有人在公司哎、欸。时间指向零点。检查房间的火灾警报器并锁门，关掉厕所灯。如果还有人在，就请他们离开。我是这一栋的前任保全哦。落幕进户，失去了联系哦，所以前任保全失去了联系，恐怕是辞职了。从现在就要靠你自己了。这间公司有规定，禁止任何人午夜加班。就要先检查时钟、监视器跟保全的工作事项，交给你的三本经理。监视器啊！妈，下班了还不赶快给我下班？看来还有人在。先从一楼开始巡逻，把每个门都上锁。他是说要先关厕所灯，然后火警警报跟锁门。刚有个人往这边走，那我们先看这边吧。还有人吗？不要上班了啦，多社畜！到底多社畜啦？没有异常。对啊，下班下一下了，是我早就已经下班了，还在那边跟你上班。啊，下班啦，老哥，加班啊？哦，你新来保全啊？已经到这个时间了吗？我把明天的工作推给下属好了，拜啦。没有异常。嘻嘻。这个很正常啦，啊，东西不用捡起来吧？他自己要整理啊，这应该不关我的事哦、啊。保全没有在管你这个东西的、哦。哇，我要怎么锁门？按一吗？来迎接我们的第100个月。我刚应该把那个人锁在里面才对。哎，感谢，谢谢标签，感谢你。谁还在楼上啦？不要拉屎了啦！拉爽了没？关灯了。皮老板，我早上来上班，桌上的文件多了一倍，请问你有头绪吗？上司丢给你的啦，要怪就怪他吧。后面。嘟嘟嘟嘟嘟嘟，谁在玩手机？
哎、欸，谢谢，感谢 SIE。实操出货，真爽！啊，这总共有几层楼啊？我们现在应该在一楼嘛，对不对？往二楼吗？要一层一层巡哦，巡完十一楼是不是？不能跑步啊，我按了没有用啊。哎呦，我还以为这什么东西躲在这边看我。老哥，下班了啦！老哥，下班了啦，还没看电视，贞子哦。え、あなたゲーム。大変だね。じゃあ私帰るね。頑張ってね。社畜贞子。真可怜。OPC Coco OPC Coco OPC Coco。哎，感谢。没什么东西啊，哎，那边有一个人哎，哎，还没下班啊，小姐，贞子小姐，你有什么事吗？啊，你难道是？你好帅耶，跟我交换一下联络方式吧，不给我联络方式我就不离开。保证你不会后悔的，呵呵，我找你的时候你不要无视我哦，再见。办公室灯要关吗？找不到关办公室的灯，在哪里啊？没看到办公室有灯可以关。没有啊，没有灯可以关啊。随手关电，就没得关没。不是我要随手不关电啊。对啊，因为他没写说要关店啊。棒流棒流速速九，棒流棒流速速九。女厕，棒流棒流速速九。谁？想干嘛、啊？哦，是保全哦。你可以把灯开着吗？我会负责把它关掉。God， 就把你关灯。好啦，拉一拉，赶快回家了啦！不要在那边，都十二点了。加班当有趣是不是？加班能为你人生带来什么？工作是为了人生，不是为了工作。人生不是为了工作，你懂吗？搞清楚哎、欸。钱，对啊，三楼，
同事下班了啦，十二点了啦，十二点要关台了啦。哎、欸，有没有人？十二点到了，关台了。怎么有梯子啊？老大晚点希望能帮我开门，我一个人会不敢睡。你一个人不敢睡？那我们一起，那我们一起看这个好了。明日までにこれやっとけよ。なんだその目は。对，刚开始玩而已。第一根鲁哥，哎，霸凌哎、欸，有够过分的。哪像我这样，我这种优秀员工都不会霸凌人。对不对？咱们这种优秀员工。都说叫别人赶快回去睡觉，他们不睡觉，我们要催他睡觉。同事下班了啦，同事，他之前怎么没有同事？同事，下班啊哦。老皮，我刚刚那间的不是不下班，卫生纸没了，能帮我一下吗？那个有那个计算纸，勉强用一下啦、哦、啊，不要浪费嘛。你也知道公司现在就比较要节俭一点，时机不好，能省则省。老板就说那个纸用完啊。背面还可以拿去做计算啊，计算也用完了，拿去卫拿去浴室。以日本的黑企来说，如果公司里面有鬼，肯定都是在座位上过劳死，对老板怨念极深的社畜鬼。真的，啊，谁在咳嗽？对啊，就是卫生纸啊。你为什么关灯？我不想把灯开着吗？靠腰、啊、你不在楼下开门啦、欸、不在楼下，不是啊，你不在楼下吗？我开不了灯呢、欸、是有 bug 了是不是？你跑上来拉屎，马桶瞬移装置。哎，安全门呢、欸？不是耶，你们昨天不是用金币吗？怎么到我只剩下计算纸？我要检举你们职场霸凌 ！OPC cry。计算纸有就不错了，没有把那个纸哈碎纸机拿来给你用就不错了，好不好？我计算纸这还是一张哎、欸，碎纸机一条的，你自己想一下。靠腰浪费，不管了，反正我的工作不负责这个。我才领22K，要我做多少事情？灯光在闪烁，需要更换他们。夸小，夸小。
真的是欠骂，你知道吗？装神弄鬼，需要更换灯泡。下班了啦！今天又是你吗？上司要我在明天早上完成这个工作，这量我怎么可能做得完？我从来没想过做一个社会人士这么艰辛，他们还要按时打卡，真太离谱了。你是唯一一个知道我每天加班有多辛苦的人，看到你有点开心，代表我可以回家了。那么我走了，明天见，拜拜。哎呦，掉头就走。那灯泡怎么？灯泡去哪里换啊？人比鬼还可怕，人的恶意无远佛界。资料掉满地，什么声音？哦，对，有一次我结账遇到客人自己拿影印纸过来超商影印，影印后问我这样还要算钱吗？我反问他：“你猜油墨要不要钱啊？”又是个天兵。不是啊，为什么要把这东西破坏掉啊？哦，这边有储藏库哎，是不是全部的灯都要换啊？里面的灯也要换吗？啊，地上不用扫就对了，不用哎，他这个不用换啊，这不用换，他早上只要换那个楼梯的就好了，走廊就好了。保全换灯很正常吧？有了，啊，刚才这厕所不是有鬼脸吗？请问这边是我工作室的实际情况吗？是。那你拉屎拉好了没？你再不拉我，你再不拉我，我生气哦。拉完了，这边我可以给一个暖心的故事。其实这里的鬼都是过劳死的前辈，他们不想让后辈走上相同的道路，所以就故意把灯弄坏吓他们，要他们赶快回家。好感人哦。刚才灯没关，灯不用关啊，灯不用关吧，都完成了。哎呦，怎么这边黑黑的啊？听到那个噔噔噔，表示说任务完成了。这层有点暗，配电是在哪里？这边是配电室吗？保险丝不见了，这个是不是有点偷懒啊？有没有看到保险丝 ？Hello， 先拜，保险丝都给我打。
Stand by。保险丝豆狗打。Hello。Stand by。保险丝嘞。怎么不能跑步？どこいるの？还是放在厕所去了？被上锁了。这个移动速度很慢。先把灯打开吧。Stand by。棒赛 Stand by。放赛先拜，被锁上。我干，怎么黑黑的？就正常的吗？我们公司怎么这种地方、啊？哇，没事，吓你一下。没有啦，感谢，感谢西西。他怎么湿湿的？这样会得香港脚哎、欸！老哥，有没有钢筋？皮皮，我好冷，可以帮我关冷气吗？好，你冷气要几度？我帮你开个三十度怎么样？老哥，105度的你，哇！这是传说中的摸乳像妈，只是摸了可能手会很黑，还中毒。有可能。迷路了。感谢我们的7749，感谢。干洗家，莫一该，哦，获得保险丝，我还要走回去耶。打打油，可怕哦，是不是在出口处？
先辈，哎呦，你好，先辈，先辈，你眼睛很红哎。先辈，一休你一个，一休你一个，他是刚才那个拉屎哥吧？怎么又湿湿的？太水了吧！订阅防备广告声音。哎，你是拉屎姐是不是？怎么想说怎么后面有一个湿湿的脚步声？感谢皮弟，你在这啊？灯还没有可以，还没有亮，可以打开四个断路器吗？我走了，祝你工作顺利。好啦好啦，顺利顺利啦，最顺利的那一种。噔噔，对，就是他每天在聊天室问你拉屎了没。老子直接在聊天室询问你的肠胃健康。不要这样。肠胃健康是个人隐私哦。现在灯全关还是环绕音响，差点就喝尿了怕。灯亮了。在这一层的监控室好好的确认一下吧。好哦。啊，还是要看一下那个消防的灯有没有关掉吧，是不是正常吧？没有异常。只有一个而已吗？被锁上了。咱们的红眼哥，马上更新5G正常吗？正常啊。这边也有保全室哎，怎么那么多监控室？好爽哦，可以看影片。確かに。不要这样，何必这样霸凌人呢？对不对？这样对你有什么好处？被监控拍下来的那一啊，不相信他居然在这种地方。我要辞掉这份工作，落幕进户。这是前一任的保全吧？五楼，你男友是个保全吧？对对。他挺帅的，说要让他成为我的。哎，但是呢，他之前不是跟那个家伙交往吗？啊，职场霸凌的混蛋。不过我确实是把他睡走的，所以他把他的那个另外一个被霸凌的那个人的男朋友睡走，是不是？你真是个坏女人，坏女人才会受欢迎嘛。哎，怎么回事？哎呀！
夸小。夸小。不是我霸凌你的，我劝你不要闹哦，我劝你善良。这边有灯要关吗？应该没有吧。那怎么地上一堆血脚印啊？六楼不是已经死人了吗？我还要上去六楼，我可以回家了吧？对啊，我怎么倒下来？这应该不关我的事吧？咱们不是日本人，我是台湾人欸。老板叫我做这样的事情，我就做这样，我不会多做。哦。就这样。啊，干净了吗？啊，这边什么情形？就是这算是休息室吧，就是他们休息的地方吧。哦，还有餐厅呢，待遇真的不错。音乐去哪里了？大圣，月初说了黑色幽默，结果真的被逼了14天。自己小心啊。阿尚，阿尚啊，可以回家了啦，阿尚。夸啥？那你痴呆是不是？可以回家了啦，可以回家了。你在干嘛啦？可以回家了啦，可以回家了啦。吱吱吱吱吱吱，我要去那个门看看。门关不了，那你要扫多久？你这要扫多久啊？你知道吗？我觉得你他应该也是好几天没放假了，有点辛苦了。加油啊！那我先走了，拜拜，拜拜。
阿姨受惊。哇，这间按钮不见了，可能就在附近，找找看吧。7F， 为什么变这样啊？那三小。不理会，爬上去吗？这么晚在施工，很辛苦欸。我觉得这个游戏最可怕就是他们大半夜还在工作。哎呦，干嘛？老哥？哦，人偶啊。抖了一下，为什么要往上爬、啊？上面是有按钮可以剪，是不是？这没东西啊。上来看看吧。Hello， 有脸吗？没人寻那么认真的，有啦，这边不就有一个？在投什么？谢喽。一直看我会害羞 ，Kappa Pride。我这样转头看，你们会怕吗？没有按钮可以弄呢，就他那边不是要设定那个吗？哎呦！哎呦，干！八楼，
不要乱丢垃圾。不要乱丢垃圾。你有没有想过我的感受？我什么都做不了，并不是我的错，是因为那家伙死掉了。那家伙令所有人都不见了。你这样子，我算是要关门，还是不要关门？你这样我很困扰哦，小姐。屎不是这样拉的，屎拉到那个瓷器那个马桶里面有没有？不是拉到墙壁上哎、欸，会不会拉屎？要不要我教你？难怪扫地阿姨会来，扫地阿姨都崩溃了吧？先锁这两个门好了。如果你扫地阿姨今天就辞职了。哎呦，怎么越来越多？哎，你这样子怨东怨西也不是办法。人嘛，总是要想办法去排解当前的困难。这是会议室吗？对啊，每个人都有困难啊。嘟嘟嘟，夜间保全那么刺激吗？好想当哦，可以啊，可以当当看啊。上任就辞职了，他受不了了。九楼到了，啊，为什么变这样？不要乱推！欸，有人在里面。什么声音？他怎么越来越推出来？Are you all right? 嗯？该死，我睡着了，已经这么晚了，你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你怎么突然走过来？每次我醒来，你都站在这里。难道你在待在这里吗？感谢游戏波椅。你知道我上次在哪里吗？他走了吗？那个会职场霸凌的混蛋，明明说待到大家下班才走的。
我要回去了。为什么那个隔壁一直发出这种的声音？这里面有人哎、欸。这个是要干嘛的？按下去，然后嘞？紧急出口的钥匙，整人大成功。我佛修一心萨五谋。心萨五谋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哎呦会退是不是你退人类就废。蛮可爱的，说实在，就挺可爱的，感觉不是什么坏人啦。紧急出口钥匙是干嘛的？开这个门吗？哦，哦，楼上上不去了是吗？皮皮的性癖吓到他了，女鬼都能请产假，还行啊。哎呦，他怎么上下颠倒？我靠，你们公司重力很特别。没有异常。拉屎姐还在吗？拉屎姐不在了吗？哎，感谢 Easy Milk Tea， 感谢。
嘟嘟嘟。哎，锁住了。要搭电梯了吗？我们现在第几楼啊？第十楼了吗？第十一了，哇，可以下班了！啊，总算可以下班了，嗨。哎，怪怪！哎呦，不是哎、欸，这有保险吗？我老婆，我老婆领得到保险吗？我受益人是我前我老婆跟女儿。地狱院萧桃李切背叛者，啥意思？不是啦，我要回去啦，我女儿明天生日啊，大姐，我女儿明天生日呢。干嘛倒退走？什么情形？李切，尽忠职守，好不好？该锁的门还是得锁。拉屎姐，你还在吗？哎、啊，怎么没有灯了？没灯不用关了吧？拉屎姐不在吗？还满是波浪，不见船入港。他站在码头，遥望着北方，遥望着北七了吧？那个密码盘，没有电线。看到电线了，是这个吗？时钟吗？血迹斑斑的盖子，还要帮它除锈。我是来这边上班的。我还要帮你除锈，这不是保全的工作了吧？有没有洗手台？我领22K，画了两条线。啊，你以为我今天领多少？你说我这个一个月领个50万，我觉得这个工作内容还可以接受。哇，这个一个月才22K，上一天班才多少钱？连1000块都不到。
零零，9060是不是？以后夜班保全不只要上班带着赖打，也要记得携带 WD-40 除锈。还是6090。长岛好像是这个吧？没有绳子啊。还缺个绳子，以前24K一天800做的要死要活，不好意思打扰了。他应该就是上一任保全吧。过劳是不是？左下什么？手吗？小便斗，啊，小便斗上面是不是？啊，这个呢？禁止入力，七楼。Ice。马上离开这边吧。哎、欸，啊，那个先辈不见了、欸。爱死的了。Oh God！ 爱死吧！爱死吧！拿多少啊？阿西，密码是不是他小孩的生日？他小孩生日多少？10月。十月几号？10月23吗？
啊，怎么在医院啊？为什么在医院？啊？为什么了？电梯摔倒是不是？哎，麦考麦考，人无死啦，爆肝娘娘啦，生日快乐呢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样？嗨 ，Ending Two。啊，就这么短？这样算好结局还是坏结局？一种说法是碰到女鬼就变植物人了，啊，是吗？可是主角还会动啊。哇，这么多人参加、啊！看医生。看马里欧降生 OPCGF 啊，第一个结局是什么？死亡吗？逃生梯那边，逃生梯那边没办法啊，我刚才出去的时候看没有路啊。哦，直冲紧急出口啊！冲紧急出口是怎么样？OL 会摔死啊！会直接摔死就对了。跟前辈永远在一起，好可怕哦！感谢谢少杰的朋友。兴趣使然。你们觉得好玩吗？我觉得气氛还不错。但是流程是有点短欸。我原本以为是可以玩到两个小时。结果我们这游戏 玩多久啊？一个小时而已吧。If you like this game, please. No. 啊，另外一个结局怎么样？我们可以接续那个吗？十一嘛，直接走紧急出口出去是不是？你说这个位置吗？走到底是吗？要再看一次了啊！应该往脚下看就知道为什么了啊？什么意思？他又要走出来一次，为什么要往脚下看？太久了啦！因为我现在是前保安，前保安，
前保安的女朋友嘛，对不对？在主角步入了前保安的后尘 ，good ending 就是good ending 就是想到了自己是不是前保安，然后有女儿嘛？哦，原来如此。对啦，所以这边就是那个啊，第十楼装修的地方嘛。然后他女朋友来找他了。哎西，哎西，哎西巴嘞，哎西，哎西，哎西，你说走紧急出口是不是？可以走啊！还倒带，还倒带，他这个倒带是怎么样？就是我们刚才破关的过程。因为我们已经知道结局啦，所以就觉得还好。从来一片离不开公司，就变地府灵了吧？跟那个之前那个员工一样，变地府灵了。VTuber 怎么那么多 VTuber？ 真超死守队是怎样？没有，我们现在是第一个结局哦。刚才我们过的是第二个结局，应该是 good ending 吧？有点可怕、啊。我觉得他这个气氛做的蛮不错的，只是第十一楼的气氛，我觉得就还好。对，第十一楼我反而觉得还好。个人觉得第五楼最可怕吧，五楼的压迫感最大，然后阿姨扫地那一间也蛮可怕的。模组让你出戏啊，就是小团队嘛，又不是大团队。哎呦，快要倒带到一楼喽，这边是二楼嘛，对，到一楼了，要回去上班了吗？哎呦，倒回去了。警备员35才。哎，变成那个落幕禁户了。10月22日 ，Ending One， 对，所以就是跟那个前任的保全一样啦，就鬼打墙。所以呢，收集完毕。哎，什么东西？哎，这么东西要收集？不可能的吧？四楼、五楼、七楼啊？我怎么一个都没收集到？跟前辈结合了，
怕。没有啊，主角不是那个名字啊，主角不同名字。还行啦，我觉得虽然不是到什么神作，但就以这个小品来讲的话，就还可以了。